来吧，来一张虾子，来，大家先这个决定一下吧，来吧，有点过呗。这个然后先给吃，可以，好像影响到怕僵尸。来，剪刀剪刀布，只是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布木，剪刀布木。来，开始算，但我愿回房间了。开始算，但我愿回房间了。开始吗？回房间了。厨房，厨房间的出这个区域的自动淘汰啊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出这个区域的是吗？对的。对。那我在你的镜头区里啊。镜头里面。好，张哥来找吧。这边闭着。张哥，再下去一点，再下去一点。再下去一点。来，张哥。再下，再下，再下。你下，你下，你下。下，下，下。君子有一些，我让你。我也需要点君子有一些了。好。你在这边来，我给你现在放到正确位置。张哥，我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知道你起点在哪？他也知道他起点在哪儿。哎，对了吧？张哥，张哥，张哥这是几啊？张哥，他们不能跑是吧？我凭什么不能跑？凭什么不能动啊？你都不能跑、啊。我又能看到你了，我透视是吧？对啊，我看到你里面没穿衣服。对啊。那我们就都不能跑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不能跑，都不能走、啊。进步走。这个游戏设计有 bug。不，张哥，你抓到一个知道是谁的话，你就有队友了。你们两个人抓其他几个。不、哦。有个黏黏的东西。哪儿啊？好，注意安全啊，张哥。黏黏的东西，尖尖的东西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游戏没法玩啊，这样。那咋办？我们继续，然后。过一分钟，如果还没有抓到，我们就缩小区域啊，缩圈了就。对。这人故意送的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他穿的什么衣服啊？是谁啊？这个这么富贵的珍珠装。五秒啊！给我一下。给我一下。五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四。三哥。猜错了，猜错了。啊？啊？我早知道看一下大家穿的什么衣服了。这个珍珠是谁呀、啊？就你聪明呗。你来看一下我们穿的什么衣服。可以看一眼吗，大哥？来看看，来好。可以看一眼吗？可以。看。听我的声音，你觉得像谁啊？你觉得是谁啊，大哥？当时聊不聊？没有吧，我是傻子。没事吧，哥？没事。说了这个游戏有 bug， 这怎么玩啊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又是这个人啊？李耀文，大哥。这个人啊，你要是把大家都抓到了，我们就请你。不，刚刚那个人再回来一次呗。我是李总，最后一次机会。刚那个人再回来一次呗。我是你啊，你摸你吗？那摸摸呗。这个人力气还挺大的，应该是丁哥。来错了。你摸一下你前面的，你别动他了，你别动，你别摸我，你别摸我，别摸我，我给你摸前面那个人。对对对。管家琴。兄弟被刺的感觉，小马视频点赞，好，好嘞，可以继续了是吧？这么玩？马哥，刚刚怎么换？刚穿的不是这个衣服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好，第二趴开始。等一下。张哥，你这个眼罩都跑到眉毛上去了。我闭着眼呢、啊，我管你闭不闭眼睛，你别给我皱眉毛上去。不是，这样眼睛不舒服了。
是谁啊？杨浩翔，一席杨浩翔。还没开始呢。你放开我呀！你看看，先束缚一下。好了吗？来吧，我们开始了。刚刚是苏亚轩。开始。好。别火了。不是，华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我要用其他招数来。过来。拉。拉怎么用啊？我们拉的更迟钝了。把手张开啊。不是，这范围太大了，马哥。好了，这是墙，可以了。你这样我要爬了，兄弟们。你知道蜘蛛侠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吗？失败的慢。算了，还是当钢。哎，马哥回来，马哥。回来，好，直走就可以了。在这儿，对。一下就看得到了。真的吗？哎，吸过来了，别动了。是谁？马哥，我知道你是马哥。你又知道了？吸一个人过来啊！不是，吸到哪儿去了？不是，你们有本事过来让我摸，你摸呀！哦，对不起，我吸到谁了？不是，你有本事过来让我摸。谁呀、啊？哇，根本抓不住一点儿！生气啊，强哥？那生气来抓我吧！哎哎，没有，哪儿呢？林信，哎，错了，又在那换，坐在里面就是呢。哎呦，我累了。好，一分钟开始了，搜圈，让大家进去。我躺平了。你真注意吗？目前多少？真注意都别想穿了。在哪儿啊？哎，有动静。瞧，要抢别人衣服啊？你干嘛呀？谁抓我？来娘，把这衣服穿上。这怎么玩啊，马哥？受不了了。谁呀、啊？谁抓我？等一下，谁呀、啊？太过分了！好痛！啊！马哥，你抓我干嘛？我来！你傻！对不起，我姚翔。好，对了。看看吧。来，现在主要是他在笑你。好难抓呀、啊！太蠢了。OK， 可以继续了吗？抢啊！哦，就起一下。好，咱俩先打一下呗。两个人直接肚子上来一个，脖子上再来一个。好。不是，那边左边有个脚脚的，那个脚脚肯定得搜一搜呗。哇啊！这是谁呀、啊？金哥，金哥，卷毛。好。OK。小蜘蛛。小蜘蛛好弱呀、啊。小蜘蛛终于被发现了。好，来小珍珠来洗题一个。就此陨落大意了。小珍珠洗题一个啊。像这种边边角，等一下商量一下战术。像这种边边角角，咱们就要好好找一找，容易藏人。来，三，等一下。我让我戴耳戴眼罩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系个鞋带。哥们儿，那是真的听声辨位的强手。哥，你看。三，等一下，二，一，开始。亚轩，真的吗？亚轩，我，来，我们拉着。来，我们拉着。是谁啊？我。好，那这也不好锁了。OK， 边角没有，边角排除。亚轩，这边有动静。这边有什么动静？哎呦，又要碰到墙了！我家没命了，这是谁啊？我的天！是谁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刘文到旁边。刘文，你们开始学鸡叫了。刘文，他是不是跑出去了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对，确定。我在这儿。我呀。你看，咱们要这样过去，你知道吗？要抓鸡要怎么抓吗？抓鸡。上！你干什么？你冲哪儿呢？你冲哪儿抓呢？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张哥在抓什么鸡呀、
呀，不是，这是谁呀、啊，大哥？弄的，这谁呀、啊？马哥，笑什么呀？哎，是谁？那个九九，那个九九，那个周峰。哎，小伙儿跑了是吧？你看这是我进来谁啊？马哥，这。哎，我有谁呀、啊？哦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哎呦喂！哎，我抓了一个毛衣。绝对有人会看的。哦，我听到有什么东西过去了，从我右边。谁的大？谁这么大的呼吸声？不是啊，算是人呢、啊，算是一个消失了一样。他们在这个地方吗？哎，君子游戏啊，老师。不是这个，不敢暴冲啊，有点。这区域对的吗？哎呦，过去吧，过去一阵风。我们四脚封锁。又过去一阵风。我们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拉着。四脚封锁。拉着，封锁一下，封锁一下。哎，小哥呢？杨强。我在这边封锁呀。我到那边了。那个脚脚脚尖的，脚尖的。又绕到这边来了。没事没事，听到呼吸声了，这边，后面，累死我了，是跑圈了，在这边出圈了啊，三秒钟就回来了，要玩要玩要玩，好，我们九七七啊，好，六，要玩是吧？好，最后两个啊，是没说，朋友们就站在这儿，这谁说？啊，开始，没有没有，来，准备来，三，放开放开，等一下，放开，要一人换个，好，一，开始。还是刚刚那个战术，拉手拉手往里面包，包。哎，那个手。这是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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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加入呗。这是谁啊？你加入。你也不知道啊？雅轩。已经没了。这是谁啊？你想不想跟我天下第一最最好啊？想不想？最少的两个人要跳手术，多少个呀？七个，七个，现在多少个？五个。周江一开始就开始狂甩，因为他跳手术。要跳手术五？对，我自断命路。你看已经开始自断了。OK， 我输了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来手背后啊，老师们，好，计时了，三分钟啊。哇，我掉了一个了，哎呀，哇，我掉了一个了，哎呀。快，张哥，吹不掉啊，这玩意儿。原来买的是这种粘，吹不掉的。哎呀，随便打不掉。没办法吹掉的，只能靠接触。我自己搁那吹半天都吹不掉。你看我这种程度，我吹不掉。了马下去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看我这个强度。你嘴里是什么？挤掉了哈。啊，藏嘴里了。他在嘴，一口气给我。你发型给我吹烂了。他在嘴，一口气给我。你发型给我吹烂了。吹不下来。我来。哇，可以。我一脸口水，不是你吹掉啊！哎，龙哥，我帮你。来吧，我帮你追呗，金哥。还有两分钟。谁留的最多最厉害吗？对。哇！看我的旋风感。哇，好像没了吧？厉害了，是吧，龙哥？哟，有点太实在了。还有一个，没了。我来吹，马哥。我好可怕，没吹掉，马哥。马哥，我帮你，马哥，我上来。没有，你在给我做发型吗？转弯一下，我来吹呗。对，哇，有点像在真不行啊！哇，咽口水好厉害啊！有人手一定进去，快点！啊，马哥齐胜最多，马哥齐胜最多。耶！啊，马哥赢了，马哥赢了，好有意思，下一轮。要玩马甲，要玩马甲去晋级，1v1 battle。不是，
是不是这个没有赢，这下一轮是另外一个游戏。这个游戏怎么赢吗？这个游戏赢的最大的秘诀是你的脸不油。啊，都油了，不是我油我。不是你赢了，你脸不油。他赢了，他赢了。来，你们就拍手是我吧。来手势舞，来跳手势舞，输的跳手势，来吧跳吧，好想跳啊，我赢了，行，我输了，我要跳，好，那就除了张那个小刘和马哥，其他人都来吧，好，来吧，哎呀，真遗憾，好吧，真遗憾，看是哪个舞，其他人，你看，来。看一下小马和小刘在旁边是哪个舞？来，看一下了，是哪个？啊？你听过这音乐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我知道这个。我突然不想跳了。这个不是我喜欢的。这个有点太可爱了。我只是想跳我喜欢跳的。来吧，我给你们看着，你们来一点。红박사님을아세요刘老板满意吗？刘老板，挺好。好，啥呀？你挺好。马哥第一轮轮空啊，就等于是决出四强了。马哥再进入，直接进入四强呗。就轮空第一局而已。你们三个，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选一个出去。我们三个选一个出去。三，你说的几个？你说的几个？我说石头啊。然后不，我说石头啊。我说石头啊。我们俩一队的。第一把了，好，哦，我说话的，两个人三针上吧，五局三针，我说话的，石头剪刀，啊，我说石头啊，石头剪刀，我输了，输了，那就被淘汰了，哎，下了，紧接下一轮，想，厉害呀，好强，太厉害了，来，来下一个吧，我跟丁哥来吧，别人都站上去了，我跟丁哥来吧，别人都站上去了，三二。石头剪刀，赫尔梅躲起来，他 bug。赫尔梅躲起来，他 bug。石头剪刀，完了输了。你没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，这是出手啊啊！二零，石头剪刀，哦，他赢了。好，我赢了，三比零。Yes， 丁哥，快，我们来玩吧。三，石头剪刀，酝酿一下。石头剪刀、哦、我输了，星星吗？我输了，石头剪刀，我怎么赢了呀？石头剪刀，都不出剪刀，你两个，石头剪刀，没出剪刀，耶、yeah! 哎、我输了，对，所以你淘汰。那你为什么那么、啊、那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啊？对啊，哎、那我来石头剪刀，不是该他了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快，我们都开始打了，石头剪刀，哎呀，哎呀，谁你赢了？你要玩呢？就是没事了，呀呀，没事了，呀呀，耶，石头剪刀，耶，哎呀，好扯啊，石头啊，所以说我哎呀嘛，石头剪刀。哎呀！石头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最后一把，石头剪刀，耶！哎呀，耶！谁赢了？相当于没看懂，他赢了，不用打，看懂，他赢了，哪个打败我？不是，他对我，走，过来，对，小哥，好，进四强，三二一，走，快乐。哎，这个小哥赢了。哦耶！石头剪刀，
好好好，一继续。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。2-1，石头剪刀，3-2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。2-2，来。石头剪刀。谁赢了？谁赢了？谁赢了？没有没有，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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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对吧？石头剪刀。哎呀，耶！不对，等一下，不对，等一下，你们俩啊！好，你怎么输呀？还要玩？输呀！石头剪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。你张嘴，他是张嘴。不，他是张嘴，他绝对张嘴。1-1。不是我只是公平公正，我也不想输。张张张张，嘴脸，嘴脸，石头剪刀。哎，2-1。哎，3-1。3-1，石头剪刀。2-2，石头剪刀。好，张哥获胜。张哥获胜。张嘴。张哥是。你伸舌头了呀？不是舌位不稳定，舌位不稳定。我再来一把。赢了赢了，张哥赢了。张哥厉害。石头剪刀。石头剪刀。石头剪刀。输了。所以马哥获胜了。马哥赢了。马哥，嘴巴想要成为王者。你是礼包。来，第四个我们弟弟叫哥哥，来叫弟弟，快，叫哥哥，快叫弟弟，叫就完了。哥哥，弟弟，怎么样啊？弟弟这个念真不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下次你念的最好，下次你念。不要，好，下一个，来啊。哎呀，好好念英文，哥哥，哎呦，好好好，念的真好。英文啊，给我哥哥。好，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念。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哥哥辛苦。啊，哥哥不行，谢谢。谁能来一点稍微可爱一点？可爱一点，张哥，张哥要快。你真可爱，你张哥要走。快点，张哥。哥哥，我新学的学位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爽，好爽。好，这一轮我们最终的赢家是马哥。哇。